谁把它留在风里。这个来了，这个可以。没有冰的。好自由啊！哎，有个牌坊写埋南街，咁咧就两边金边两边啦，三个老仔，全部都系唐朝嗰时起嘅。跟住宋朝咧，就到咗民国呢个地方，宋朝系整个福州呢边最旺旺中心嘅位置，好多古代住到呢个地方嚟。咁所以话咧，呢条街咧系当地政府为了发展呢个城市，保留落嚟之后咧，将佢两边全部挤挤下。里面咧保留咗成个福州城市嘅特色嘢、小食，跟住特产，仲有特别嘅嘢，全部系在呢条街里面。一点啊，一点。太干了，要没。